说的怎么样嘛？你不敢讲吗？你不敢讲啊？裸身刺青男子一句话公然挑衅，疑似吵到一半火气上来，突然挥拳朝所长脖子攻击，所长立即实施反制，将他压倒在地。不过男子并没有乖乖就范，反而拼命抵抗，最后使用辣椒水让他失去攻击能力，等待支援警力到场，将他上铐带回。带你听一段访问：某饭店有一名男子与友人争吵后，滞留于大厅内喧哗不肯离去，警方接获报案后前往劝导。受伤的就是花园市中正所的所长。昨天晚上11点多，警方获报中福路一间饭店发生民众纠纷，警方到场发现大厅只剩这位没穿上衣的男子，好心询问是否需要帮助，没想他先是一阵呛虾，又动手攻击，导致所长脖子挫伤，所幸送医无大碍。据了解，这名苏姓男子疑似在饭店房间内饮酒与友人发生口角，独自到饭店大厅逗留，因为怕喝醉的他影响其他住客，饭店人员报警处理，没想到远景才到场，苏姓男子又仗着喝醉攻击，最后被压制法办。